我们欢迎我们专门跑柯文哲的记者，今天要让他来讲讲他看到的事情。好，我待会回你，我待会回你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我们最近这个跑柯文哲的记者很辛苦啦，好累。嘿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他们要一直抱怨记者？你要上厕所吗？请广告几分钟。可以先去啊，你要厕所吗？没有，不用，不用厕所，我是要，请广告几分钟。不是，赶快回他几分钟就好。大概阿妙怎么了？回个电话或干嘛的、啊？柯文哲一直抱怨说媒体骚扰他们、嗯。对，那为什么他们不车进车出？哎，对啊，为什么？没有、啊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没有车出？你第一天都是柯文哲，他们没有觉得媒体骚扰他们，他们觉得媒体不够骚扰他们。嗯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我也是，本来也是这样子。他一定是这样子，不然陈佩琪没有必要。你跟他聊天，你知道陈佩琪那边就有网络温度计，吴宜轩存在的目标就是让网络温度计。然后呢，那个讨论热度低了，低了，低了，快点！然后我今天再丢一张文章出来。忘记讲到。他们家是这样子操作的。但我看一下你写下啊，有什么让你觉得？就是看你要什么。好，看一下。让你产生了波动跟涟漪。你可以看小抄啊，没关系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讲话大声一点，我怕。是马博上面我也被供，还是不车进车出？再往下一点。奇怪。哎，跟你借一支笔好不好？他有一个那个，上面我也被供啊。阿丽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我在其他节目有讲过。OK， 谢谢。OK， 好。柯文哲如果不想回答或者要说谎的时候，那个脖子会这样。嗯。会变石，会石化。对，他会把他的下巴夹起来。我今天听思琪聊天，阿淼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听思琪聊那个他采访柯文哲的心得，他说柯文哲的儿子哈长得跟柯文哲一模一样。那把妹困难的，那有1.2亿的房子，你可以吗？还有老旧公寓。好啊，我可能同住你可以吗？同住我不行，你光就分太多。同住你也不行，同住我不行，同住我也不行。那这样子家里后腰，我以为他刚是说跟柯文哲同住，我吓一跳。他们只是在讨论，没有。现在以他们现在的剧本，确实要与柯文哲同住、啊。现在感觉是要三代同堂的意思，因为他说他老了，怕跌倒、啊。没有，你们听他说谎，他自己要住的啦。他自己要住那。他现在的剧本是要与柯文哲同住。他就一直说谎嘛，一直更改那个台词嘛。我等一下就先问你说，最近柯文哲变得很低调、啊。他们只是在聊自己的，还是你想要先跟那个陈佩琪说的话比较低，跟张兰。我以为他们是在讲要不要这样柯文哲干嘛？好久，张兰要开直播了，对，對對都是电话他跑柯，他跑柯。全台缺屋仅有，政论妇女党上钩，上一波。大家好。刻在我心里的你，忘记了。所有的小草要7点半上班，樱桃给5、7点半给你薪水吗？ Okay 啊、感谢支持，全台湾最欢乐，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论节目，狠狠抖内幕，收视狂开红盘，网络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。现在我要发出奶粉召集令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4点，给奶鱼、奶球一起抖起来。什么？你下午的直播没有跟上？不用怕，晚间12点友善字幕版等你一起来。